男士離婚之後咧，再結婚，哦，你又孭多另一個包袱。咁因為咁嘅原因咧，咁個赡养费就少咗。又調翻轉頭啦，如果個女士離婚之後會再嫁，哦，咁你嫁個老公有錢喎，咁樣可能個赡养费就少咗，係咪咁嘅意思啊？可以係咁考慮嘅，咁當然要睇翻實際嘅情況，未必一定係淨係男定女嘅，可能相反都可能不出奇嘅。冇錯，冇錯。